我是来找你的。青云，想不想听爷爷讲个故事？什么事儿？关于你爹的故事。 你血肉之躯，对唐坚闯虎豹，没有胜算。放救生艇，全体下船。但是这腔热血洒出去，也足以让那些强盗知道，长江子孙不是可以奴役、可以欺负的芸芸之辈。 我爹给我起这名啊，本来呢就是想让我做个与世无争的人，可是现在我不能听他的了，我得争一争。争什么呀？我要让你给我当媳妇儿。看我是个女戏子，你敢吗？等着我，我一定回来娶你。 我项慕征干这所有的事情，不是为了其他任何一个女人，只是为了夏小倩。为了个女娃子拼命夺性情，夏小倩遇到你呀，值了。我就是想看到插着我们袍哥会旗帜的大轮船，行驶在长江的江面上。你要是真能帮我实现这个愿望，我让你娶夏小姐，我收你为义子，视你为己出。我可以做那个。 懂你爱你的人，夏小倩，你在哪儿？袁清，你就那么恨项慕征吗？你忘了我才是那个和你从小一起长大、朝夕与共的人。我明明可以证明他清白，却要看着他死吗？你非要逼我把你弄死，你才会满意是吗？ 一个人尽可夫的女戏子，你有什么资格做我莫元清的老婆？项慕征，嗯，能嫁给你啊，真好，会越来越好。